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辰。这期视频我来大家浏览一下金门大桥。我现在在的位置叫做斯宾塞炮台，它的英文是 Battery Spencers。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battery 也有炮台的意思。在南北战争时期，这里就开始建立了，因为这里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，可以守护旧金山湾。金门大桥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百看不厌呀，但是这里有个缺点，就是风实在太大了。下面我们去底下的卡比湾看一看，这边就没什么人了，大家一般都不会走这条路。这里的命名是因为这里有个叫卡比炮台的地方，这个炮台建立于南北战争时期，埃德蒙·卡比中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，所以这个炮台以他为命名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金门大桥的南端，在这里是 Foot Point， 我们下面一起去看看吧。大家看，这里有一个拱门结构，这是因为这个堡垒是在150年前建立的，而金门大桥是在1930年才建立。当时他们在建金门大桥的时候想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堡垒拆掉，但是一个工程师说我们可以建这个拱门的结构，来保证在建立金门大桥的时候不会影响这个建筑。大家看，这里就是这个堡垒的一些结构，一共有分三层，中间这些好像是一些住宿，上面都是大炮。应该是内战时期的一些东西，可以看到这是以前人的灶台，洗衣服的地方。这个是灯塔，这是开灯塔人住的房间，这是又是一种灯，又是一个灯塔。大家看灯塔上的这个灯外面的透镜非常多，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可以使一个单独光源的光都往同样的方向射出去。原来的金门大桥底下还有个灯塔，这现在肯定是没什么用了。在修桥的时候发过一些债券。1933年到1937年开始建金门大桥，最开始他们是只有这两个桥桩，之后他们再从中间开始修桥，像这个样子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墩子，这里是为了放以前的一些炮台的。这里建立于1840年，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守护旧金山湾，防止在内战中南军从海上攻过来。这里时刻准备的会发生进攻，但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所以我感觉他们这些士兵也挺无奈的。看，这就是以前的炮弹，这些大炮看起来都非常结实啊，可以把这个大炮放在上面。这些装载炮弹的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，但是却从来没有敌人来过，所以这些人也非常无聊，在为一些不会到来的敌人做准备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请再给我 点个赞以及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来玩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车玻璃啊。